有请李伯祥、许秀林带来相声《风和之最》。谢谢观众，不多说客气话了。哎，这个段子啊，凡是到最后啊，不好说。对，因为观众啊，乐的都差不多了。是，最后一个段子难说。哎，他们大家呢，好像都尊重我。嗯，非得叫我说最后一个段子啊。其实干什么都是当件儿好。哦，嗯，你比方说像我这岁数八十多岁，嗯，老了。对，十来岁，年轻。嗯，三四十岁。正当年，哎，当件好哦，住楼房也一样，是太高了，费劲，哎，太矮了，乱得很、哦。对，如果要是十来层楼呢，最好是四五层，哎，当件好。对，吃东西也是当件好，是吗？吃包子啊，当件不馅吗？对呀、啊，吃饺子啊，当件不馅吗？是是。吃水果也是一样哦，吃香蕉，嗯，当件不是瓤吗？对呀、啊，吃橙子，嗯，当件不是瓤吗？嗯，吃西瓜，嗯，当件不是瓤吗？对，吃橘子，嗯，当件不是瓤吗？对，吃桃，嗯，当件不是核吗？嗨、哎，有吃核的吗？所以说说相声啊，不管是前边后边，准得把大家逗笑了。哎。大家这一笑有好处，什么？人家一笑百病消，对，清气上升，浊气下降、嗯、二气均分，食归大肠，水入膀胱，精神倍儿棒，身体健康。所以说我劝大家，要是长寿乐呵，就是多听相声。好，这里边有个说明，您说多听谁的相声呢？记住了，多听李伯祥的相声。当然了啊，我们天津观众啊是喜爱的非常多。哎，因为这还不仅是个相声之乡，对呀、啊，还是个戏剧之乡。没错，有的观众爱听相声，嗯，有的观众爱听京剧，哎，有的观众呢爱听梆子，嗯，有的观众爱听评剧，哎，有的观众爱听大鼓。对，一个人一个脾气。这就叫好走东的不走西，哎，好吃萝卜的不吃梨，对，好骑马的不骑驴，是，好骑肉的不吃鱼，哎，好吃香蕉的绝不吃香蕉皮，哎，有吃香蕉皮吗？一个人一个爱好，对，我也有我的爱好。哦，您有什么爱好？我的爱好先跟观众们说个罪儿。哦，不是我狂，我骄傲。嗯嗯，我这个人比较有学问。是是。我的爱好大部分都是文绉绉、雅士彬彬的那种爱好。哦，比较高雅。对，跟您汇报一下。您说，像我在家爱好啊，就是读读书啊，哦，看看报啊，好啊，浇浇花啊，不错，喂喂鸟啊，你瞧，跑跑步啊，是，练练拳呐、啊，对，舞舞剑呐、啊。哦，耍耍棒啊，呵，跳跳舞啊，嗯，练练唱啊，写写字啊，嗯，算算账啊，录录音呢、啊，嗯，照照相啊，嗯，睡睡觉啊，尿尿炕啊，哎对，尿炕，这都是我的爱好。您这尿炕也算爱好啊？谁说的？不，您刚说尿尿炕，你听错了。哎呦，凭我这么大学问，能尿炕吗？那您说的是亮亮相，亮相。我最爱看京剧哦，我是个京剧迷。嗯，特别是挑花车。嗯，天津的李惠良、张智霖一出来亮相，苍苍把了翠邓苍，嘿，好。哦，还有一个最大的爱好，您说什么？爱看书。哦，爱看书啊。什么书我都看，都看什么书呢？三国列国东西汉，水火聊斋济公传，大武艺小武艺，五女七贞西游记，关王庙一岁花，杨四郎回家看他妈。嘿，好，什么书都看，中国书、外国书、翻译书，一肚子都是书。哦，是啊，跟你说话我不敢打嚏粉，一打嚏粉打鼻子眼里头往外蹦书本。没听说，一肚子都是书。是啊，你摸摸啊啊，摸摸书，摸摸。哦，摸着了吧？嗯，摸着了。什么玩意儿？
排骨。你认得猪耳朵？你这硬邦邦的。硬邦邦，这是好像是非常好的书。是啊，新书它就硬邦邦的。哦我们这个，三国。哦，列国。哟，水浒。嗯，西游记。嗯，外国书。哦，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。嗯，维克多·雨果先生的《巴黎圣母院》。哦，格里高利·彼得洛维奇《静静的顿河》。嗯，沙翁的《哈姆雷特》《王子贤复仇记》。嚯，中国书。嗯，外国书。嗯，小人书。嗯，新书。啊，旧书。嗯，旧书。嗯，新书。哦，新书好摸。哦哦，硬邦邦的。对对，老书不好摸，太老了。啊，你得仔细摸老书。啊，摸摸老书，啊，摸着了吧？别着急啊，这是老书哦。你再仔细的摸摸你老书。那您把手拿过来摸这儿，摸摸你二大爷嘛。跟我开玩笑。摸书干什么呀？我不但爱看书啊，而且我还会写书。是啊，我最近就写了一本书。什么书？马上出版。什么名？这个名字太好了，叫什么？叫《综合之罪》。哎，李老师，哎，我知道有个中国之罪，有体育之罪、卫生之罪，对，没听说过有个综合之罪。我这个综合之罪书太广了，是啊，内容太丰富了，哦，包括天文、地理、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教育、体育、文艺，方方面面，大千世界等等等等，我这本书的内容都包括了，叫别的之罪不合适了，就叫综合之罪。那么丰富啊，马上出版。好，多的碰见您给您送一本，一定见着我们观众我也每位送一本。太好了，好吧。李老师，哎，您看啊，今天这书您没出版啊，没关系，马上出版。我们都想先睹为快，先睹为快。这么着啊，您不是叫综合之罪吗？综合之罪。我在这问您几个之罪的问题，您能答上来吗？甭说你问几个，几十个，马上就能回答你。哦，嗯，我可想什么问什么。我是综合之罪，我马上就能回答你。您听着，哎，说。世界上最高的山，这个连学生都知道，喜马拉雅山。最高的峰，珠穆朗玛峰。峰顶的最高点，8848.13米，8848.13米，这是第一个报道。后来我们的电视台又报了第二个高度，是8844.43米。咱们不管在这8848.13米也好，8844.43米也好，都是人上去给它丈量出来的。这叫什么呢？各位，这就叫山高人为峰。好，嘿。别说啊，还真有点学问。哎，李老师，哎，那您再说说世界上最长的河。那就是尼罗河。最大的海，珊瑚海。最大的洋，太平洋。太平洋的最深度，最深的那个地方叫马里亚纳海沟，它的深度达到11114米，2.5米。您下去量过是怎么的？你信不信？我不信。不信你下去量量。哎，啊，不行，下去就上不来了。哎，问不住。提到大海啊，我想起了风光风景。好，你说说，嗯，咱们国家哪座城市的风景最优美？现在哪座城市都漂亮。哎，如果按照中国的老话来讲，你说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。对，我确实去过。是是，这俩城市确实漂亮。哎，真美。好，嗯，说到城市了吗？我想起了城市建筑。对，您再说说，嗯，咱们国家哪座桥最长？这个观众都知道了，港珠澳大桥。哦，最长。对，它连隧道加在一起是49.968公里，嘿，时速是100里。好，如果这座大桥通车之后，对我们中国的经济建设有好处，对我们的一带一路都有好处。说得好。再说一遍，这个大桥的长度连隧道算在一块是49.968公里，它的时速是100公里，记得多清楚。综合之罪嘛。好好好，嗯，哎，说到最长了桥，我再想问问您啊，您说说全世界哪座桥最高？哎呀，最高的桥，我想我说出来观众们不会反对吧。啊啊啊，最高的桥在北京。北京哪座桥？天桥。
对对对对，你没有再比他高的了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哎，李老师，哎，我呢是个搞艺术的，搞艺术的，想问问您几个艺术方面的问题。我也是搞文艺的，是吧？啊，那您说说啊，哪个剧种综合性最强？那就是京剧。怎么？京剧是国粹啊，坐念唱打翻。老虎什么狗，生旦净末丑，样样都有。他的朝代是唐宋元明清，周楚汉晋隋，尧舜禹汤商，哪个朝代都能唱京剧，京剧是最综合。说得好。嗯，那您再说说哪个剧种最高贵？哪个剧种最高贵？对喽。嗯，那就是南方的越剧最高贵。不，越剧怎么最高贵？越剧，越剧顾名思义太高贵了。越剧就是说我们一个月只能听一句。哎，行，没听说过。人家越是代表南方，人家能不能解释？代表浙江，越剧它最好。好好好，最美。我再问问您，哎，哪种艺术形式最能使人健康长寿？刚才我说了，就是相声能够健康长寿。哦，好好好好。哎呦，我发现这么问不行，我得综合着问。对，李老师啊，哎，这回我可想问您点绝的了。好啊，嗯，您说说啊，普天之下，嗯，从古至今，嗯，谁的胆子最大？你怎么兴奋着个别的呢？哎，这就叫综合之最。谁的胆子最大？对，两个胆子最大。您说头一位胆子最大的人是？古代宋朝的包公胆子最大。怎么呢？包公忠心秉政，执法如山，这个古代的政府老干部有一个最大的特点，嗯，为了老百姓的事情，嗯，时刻不怕丢了乌纱帽。好，老百姓赞扬他，嗯，给他说了几句顺口溜。您说，铁面无私老包公，嗯，王子犯法与民同，嗯，不怕皇亲与国戚，包老爷三口铜铡除奸宁。哎，嗯，那他都铡谁了？首先说在赤桑镇啊，把他侄子给铡了。对，铡包勉。对，有，因为他贪赃枉法。嗯。打过陈世美，有；打驸马，有；因为他杀妻灭子，嗯；打过判官，有；因为他舞弊，哎，有没有？有。谁犯法他打谁？你看，包公打包勉，有；包公打驸马，有；包公打判官，有；包公打赵王，有；包公打阁老，有；包公打油条，啊；包公打锅篦，包公打麻花。包公炸糖皮儿，不，包公炸鸡蛋饺，不，你先等会儿，这包公怎么还炸油条啊？他饿了，先炸的油条，后炸的陈世美。哎，没听说。你不信，你上天津大学，你问问去。我哪儿问去？我说的都是准对啊。这是包公，哎，哦，第一个胆子最大，第二位胆子最大的人是谁呀？那就你胆儿最大了。我怎么胆子最大呢？谁的钱你都敢偷着灌了？我呀，您这就不像话了。这问了半天您了，啊，说实在的啊，嗯，也忘了问了。哎，您饿不饿呀？哎，有点饿了。你看，嗯，正好，啊，我想请您吃饭。可以，嗯，咱吃包子怎么样？太棒了！哎，我要问的就是什么包子最好吃？萝卜里包子最好吃。什么麻花最酥脆？十八街的麻花最酥脆。什么炸糕最有名？二里眼炸糕最有名。什么最肥？春雨最肥。什么最瘦？秋霜最瘦。哦，什么最香？法国花露水最香。什么最臭？王致和臭豆腐最臭。问不住啊！可等打天文地理问到臭豆腐了。各位，我得给什么我都得知道，我得捅点娄子，不让他不好答。嗯嗯。哎，李老师，哎，您走过的地方挺多。就是。哎，您说一说哪个地方的观众心眼儿最好？各位，欢迎李老师给咱们回答一下，怎么样啊？这话不好说，嘿嘿。来，你说说吧。你问这个问题啊？对，这太棘手了，是吧？哪儿的观众心眼最好？对，我是个相声演员，我走的城市很多，我走遍了天津、北京、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重庆、武汉、长沙、沈阳、大连、哈尔滨、内蒙古、呼和浩特、巴彦、闹尔盟。哎呀，南至海南岛，北至黑龙江，东至东南沿海，西至西藏高原，我走遍了全中国几十个省、几百个城市，我发现有一个地方，就是我们今天来的天津卫的观众心眼最好。好，就是你们心眼好。哎，李老师，你怎么单说天津的观众心眼最好呢？哎，兄弟，你错不了。怎么呢？三哥俩现在在哪儿了？在天津。现在在这儿就捅出娄子来，你负责任。哦，
相声演员呢脑子得活点儿。对，现在咱在天津了，就说天津观众心眼好，心眼好。嗯，等过两天咱俩去上海演出去了，咱再说天津观众不好。哎，这话可你说的啊。我呀，谢谢老几位啊。